Hello， 帮你们看一下一加 A C 二极光绿，看一下这个哦。你看一加的手机为什么会出现 OPPO 的三层？因为它跟 OPPO 合并了，所以它的功能用起来是一样的，像素也是一样的。给你们看，哇，这个厉害了哦，很清晰哈、哦。所以它是一家人的，跟你们说。这个一加手机是可以进 OPPO 的售后的哦，因为他们两家的系统都合并起来了，一加也给 OPPO 收购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。这台机器属实漂亮啊 ，AC2 很漂亮、嗯，里面还有一个快充，多点多点，168，快点，充电器，哇，你看还有一套充电器。120瓦的，玉小姐说她是120瓦的，150瓦，少说了。充电10分钟，通话3小时，通话八小时。找不到真爱聊天，漂亮漂亮 ，very very 漂亮。